草莓脆啊，第一次吃的啥玩意儿啊？哦，好吃！哎呀妈，这太好吃了，这个这比杨明脆好吃多了。哇，这个真好吃了，哎、这个来个葱姜嘎嘣脆啊！哎呀，照咱。嗯，来，咱们刚才那个没吃上啊，捡一条八爪鱼的腿儿。哎呀妈呀，还是冻的啊，能看得到不？活的。嗯，皮蛋肠，外国人都不敢吃皮蛋肠，我真尝尝啊。哦，这是证明中国人也不敢吃。好、哎、呀，哎呦我去，这玩意儿太臭了，恐！牛蹄筋啊，这个视频给森姐双击的，年前都能挣100W。想吃龙虾的扣个一，想吃龙虾面的扣个二，都想吃的啊，双击啊，龙虾搞起来，先吃口面吧。在这里点个红印，好漂亮的马尔代夫杰塔，包个头给你。来一个纯纯的原味包，蘸点大油吧。哇塞，好红啊！嗯，45块大洋，只要45个双击啊！哦哦。不加肉吃东坡肉，宝们看得过瘾，安心点哟。大鱿鱼来一发啊！味道就是不一样。秘制的红烧肉啊，这可真跟你们说，这可老肥了，招块肥的啊，不能全秒，但是我招块肥的还可以，一块。自己做的老北京水爆肚，尝尝。我去，有没有食欲？嗯，今天6:30直播，家人们吃这些还有饭包，红石榴包子冰，必须的，爆开，爆开！喜欢吃辣的给个双击，开爆啊！嗯，这么好吃，放点红油。巴西丸子，一个视频能吃多少？给我留个爱心好不好？
有点意思。